演出场合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其实我现在呢没有公司，没有经纪人，包括全国包括海外其他国家的朋友想找我，在网上都找不到我，所以都是有我电话或者认识的朋友才找到我。我都是参加很多不同的活动，有大城市里面的慈善公益的活动，或者像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农村，我的家乡比较发展的经济慢一点的地方，我都觉得是很好的，可以跟更多的朋友见面的机会。其实我的很多同学包括同伴呢，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广东湛江雷州市杨家湛人。我们观众比较关心的就是说，樊迪哥你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？哦，谢谢，很感谢大家对我每个方面都很关注关心。其实这样，我包括参加活动或者演出有费用补贴的话，我几乎都是把大部分交给朋友，帮助一些其他有需要的生命或者其他的朋友，包括认识我的朋友，就他们有的人生病啊，或者他们的生活方面不方便啊，或者有的朋友是做一些小生意，这经济方面很不方便，我都觉得没有关系，希望能够有机会呢，能够跟这些生命有更多的这些我尽自己一点能力呢，觉得是自己觉得人生会更有意义，我自己个人的生活其实很容易满足，也很简单。谢谢。人力资源所安排的话，那是因为我来能够调配到人力资源，那是以后把这些人的话线路，这个话也是人力资源到他会用平路所创作的，用人力资源营造的雷州本土音场的流行通俗歌曲《雷州情》。雷州情，我们一起感受，会唱的朋友一起，谢谢大家。你好，刘强。这个人有什么？
谢谢。